螺旋连体箍筋是一种由一根钢筋原料经过多次连续折弯而形成的箍筋类型。螺旋连体箍筋的优点在于相比传统箍筋减少了两个135度弯轴，累加计算起来可节省约 22% 的钢筋原料。在绑扎时可自动撑起骨架，方便定位，由于没有135度弯钩的钩镰，可缩短绑扎作业时间。用螺旋连体箍筋绑扎成型的高强度钢筋骨架，呈众多三角形紧密结合，其稳定性优异，牢靠坚固，并可提高约10倍的承压能力。全自动竖空钢筋弯箍机 WG12G 是健科机械根据市场需要自主研发的创新型设备，操控系统采用了目前最新型的 X64 架构，运行速度是传统方式的 2.5 倍，并且更加的稳定可靠。该设备可加工单线5-13毫米、双线5-10毫米的冷轧三级带类钢筋、圆钢及各种高强度钢筋。该设备设计有独特的随动机构，并且拥有国家专利，整机采用四幅电机操控，工作准确无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会产生一点油泥，对环境污染极小，符合当今日渐严格的环保要求。由于钢筋弯曲角度能达到正负180度，因此可以提高效率，也可以依照客户的要求对各种形状的连续箍筋进行选择和定制。所有关键零部件均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完全按照 ISO 9001质量体系采购标准，并符合欧盟 CE 安全认证标准。在吊装运输与混凝土浇打过程中，均能确保钢筋成品经受剧烈碰撞踩踏后不走样、不变形。目前国家已在新规范中作出规定，鼓励采用螺旋连体箍筋，以发挥出其独特的优越性能。WG12G 使用了健科机械最先进、最成熟的技术。弯曲主机采用了可旋转的设计方式，使其具备了连续箍筋和常规箍筋双向加工的能力，真正做到了一机多能。现在客户只需要一台设备，便能够完成众多图形的加工工作，并有效地减少了占地面积。在该模式下，拥有传统弯箍机的所有功能，钢筋加工长度为 1.1 米。WG12G 使用了目前健科机械最先进技术，拥有多项自主发明专利和知识产权，具有目前国内同行业中所有弯箍机所无法比拟的功能和实用性。该设备可与健科机械自主研发的 MES 系统连接，并且可分别与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以及工作站相连接使用，操作简单方便，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提供更高效的智能化管理，可加工生产各种高强度钢筋和普通钢筋。健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近千台设备的销售业绩，国内市场占有率在 80% 以上，并远销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为客户提供最好、最优质的钢筋加工解决方案。